有很多女性会花大量的时间让自己的外表看上去很漂亮，他们会穿漂亮的衣服，愉悦去做头发，让外表很光鲜。你的身体里面又怎么样呢？我的家人没有得这个病的，我感觉我挺健康的。那他难为情了。不不不，子宫颈筛检可以验出导致子宫颈癌的感染，所以每5年去做子宫颈筛检，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的长寿了。与医生和护士预约进行子宫颈筛检吧。有关这种检验的普通话信息请浏览网站